基隆市长谢国良好感动，抱着大西瓜慰劳所有义工们，并且和包括正名里长谢连堂、实践里长张小梅、百福里长何孟汉、独北里长谢孟汉以及市议员张耿辉和金指山佛国寺住持法光法师、七堵法严寺住持净台法师以及清济宫主委柯金彪、百福宫主委黄顺才和立委林佩祥特助陈宇轩等人合照，感谢大家合力做出1000个素食便当，共同推广吃素爱地球的心愿。一个素食的一个鼓励大家吃素的一个活动，其实现在吃素呢是环保救地球，是对我们现在这个节能减碳来说是最重要的一种生活方式。那今天非常开心拿到一个非常好吃的素食便当，那等一下回去也希望这个用自己的方式来鼓励大家多吃素食救地球。这是由来自屏东的金指山宝鼎佛国寺的社团法人台湾金指山慈善会推广全台湾108站吃素的活动，第97以及98站来到基隆七堵和百福社区，在市议员张耿辉牵线下借用七堵法严寺住宿，并且作为制作素食便当的地点。七堵清济宫和百福社区百福宫分别出动义工，4间佛寺和宫庙总共出动上100位义工，严守干净做便当的规定，戴口罩、戴手套以及戴上帽子，做出1000个素食便当。我们全台素食来到了第97站及第98站基隆站，我们来到七堵法严寺，谢谢法严寺的住持净台法师给予我们支持，也要更感谢的就是我们来到基隆受到了我们的张议员大力的协助，帮我们连结成功，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由七堵的庆福宫还有我们的百福宫、庆济宫能够来大力的协助我们在地的职工的协助，对我们来讲推广是更加的有力量，而且是大家有共同的信念而聚集在这里，所以为我们台湾加油，谢谢所有的关心我们的人，谢谢一起在基隆市受到我们的市长尤其我们的地方上的协助，是带给我们支持再支持，所以我们为108站努力，谢谢大家。然后包括整个我们师兄师姐的安葬问题，还有包含他的厨房的整个组织崩的组织问题，那我也更要感谢我们的法严寺净台法师全力来支持此次活动的推展，那更要感谢我们庆济宫、我们柯主委、百福宫黄主委，还有我们几个百福社区的里长，包含何孟汉、谢孟汉里长、张小梅里长，还有我们区长也都到场了。更感谢我们谢市长全力的支持，我想这个素食的推展是大家一起的活动，那诚如我们法光法师所讲的，希望能够大家一起来响应这个活动，然后来爱护这个地球。里长和志工们把制作好的1000个素食便当合力抬上车，各分送500个便当到七堵庆济宫以及百福社区的百福宫，很快就吸引满满的民众排队来领取结缘的素食便当。主办单位金指山宝鼎佛国寺希望能够推广吃素爱地球，并且鼓励大家心存善念做善事，减少天灾人祸的发生。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